大西洋的狂风巨浪中，一位30岁的中国女子所乘帆船遭遇了灭顶之灾，眼睛一闭，脖子一梗，嘶吼道：“来呀！”船只失控，辽绳断裂，主帆被推出船体，船身像刀子一样在水面上切开，一夜两次与死亡握手。让我们一起共读中国首位完成帆船环球航行的女性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记。从上铺摔下来的家伙磕破了脑袋，鲜血四流。
到另一舷，控制主帆的辽绳崩断了，失去控制的帆杆和整面我的眼神越来越清澈，声音越来越笃定，我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坚定。就这样，经过近11个月的时间，航程4万多海里，宋坤完成了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全部8个航段的比赛，成为中国首位完成帆船环球航行的女性。青岛市政府授予她“帆船之都”形象大使的荣誉称号。回顾此次航行，他说，很多人总想着去改变世界，可是很少会有人想到改造自我。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他知道所谓的绝境是给那些绝望的人的，而心里有光的人总是善于重塑自我，柔软而坚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